自公布。南区，南区，南南南南南。是哦，哎呦，漂亮漂亮哈！旁边这位是我的新女友，哇，哎，叫做叫做宇宇宙。宇宙啊，宇宙大宙看不到，哇哇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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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还是有舒服的一面啊！这个宇宙东区，谢谢。有个县市的红绿灯，在情人节推出脱单版小绿人后，哇，过了几个月再推出求婚版、怀孕版，而闪电国际，还有甚至登上国外媒体，请问是哪一个县市？两边可以抢答，你们也可以答哦。哦，保卫战，保卫战。哦哦，来来，南部县市。哎呦呦，举手问我哪一个？哎呦哎呦，有肢体碰碰撞，有在面肢体接触。哎，原来那，哎呦，这个一定是大的县市啊，弄嘛，这一定是大的县市啦，南部。哎，是先抢他才在想呢。三对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屏东了，就二，什么一？好，屏东，屏东。屏东，哎，对啊，对，好厉害哦，哎呦，对，鼓励生育就对了啦，哦，不是，恭喜，问答的，然后讲屏东，讲屏东，对啊，好厉害哦，保卫成功，保卫成功，莫名其妙的守住，乱猜的，对啊，没有，哎，怎么有抽要 high five 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哎，我。我们这是南北大战，老变态，一定是两个人冲过来唱嘛。NBA 都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太劲太劲！好，来轮到你们，母乳像 ，OK， 来，好，母乳像，还有选吗？还没选，他还没选。母乳像，母乳像，母乳像，哇，台中进攻了哈！来，母乳像，请出题。彰化有一条200年历史的母乳像。有个由来，是因为古代人们有重男轻女的观念，大多希望能够生子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摸乳像道狭长，有如夜梦般冗长，因此摸乳像又被称为什么像？这么想抢？一二三，抢哦，都没有感觉。又称为什么像？来，马里奥。摸乳像又被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想要摸奶，摸奶，哎呦，重男轻女。不行啦，跟你们无关扯说的。哎，立东哥应该知道。没啦，不是可以想有答案，因为他说做梦嘛，然后又要生小孩嘛，那就是春梦像。不对，我知道。我补充，我还没讲。好，生子像，生孩子的子，生子像。对，生一根行。对，生一根。正确答案是。梦林梦林啊，梦林梦林我刚刚有想到哦，王梦林梦林大哥，梦林梦林啊，姐姐太害羞了，太害羞了。梦林啊，林呢？麒麟的麟是公的哦，麒是母的，生孩子有关系哦，所以叫做梦林像，梦林啊，梦林啊，我以为是谐音，不好意思，两位以为是讨厌死相 ，sorry。关田是菱角的重要产地，每年秋天一到。都会地区的路旁常停着卖菱角的小货车，成为家家户户的饭后零嘴。有一种鸟类因为菱角而得以残存，它们还被称为菱角鸟。哦，请问这是哪一种鸟类？天哪天哪！哎呀，脸敢叫？好，已经取牌了。暗公暗公。我有读过鸟类的书，你知道吗？你先猜。啊，不知道，那我那你说嘛？你读过鸟类？应该是什么夜莺还是暗公叫？是水蛭。水蛭。水蛭虫吗？它是鸟，水蛭是蛭，没有那个刺激的刺，对，水蛭哈。不要因为身材好，因为身材好乱。解答是水蛭。哎呦，厉害！你真的读过哎？为什么它叫菱角仙子？这么对，这个水蛭其实长得还蛮漂亮哦，很美耶，尾巴很长，很优雅。那因为它那里有很多的那个菱角嘛，就等于它的食物有保存，保育类，所以保育类的。好，来公布。